去深圳，然后出门的时候我弟弟睡在我床上，因为那天下午我妈出去了，然后我就跟我弟我们两个人在床上，然后我弟躺在那个，我弟小嘛，他就是整个人就横着躺在我的床头，就跟我枕头差不多大，我就躺在那里，然后走的时候他也没醒，我妈回来了，然后我拿着包走了，然后新东西正好在我弟弟旁边，然后 我也没看到新东西去深圳，然后出门的时候我弟弟睡在我床上，因为那天下午我妈出去了，然后我就跟我弟我们两个人在床上，然后我弟躺在那个，我弟小嘛，他就是整个人就横着躺在我的床头，就跟我枕头差不多大，我就躺在那里，然后走的时候他也没醒，我妈回来了，然后我就拿着包走了，然后新东西正好在我弟弟旁边，然后 我也没看到新东西。